人生本来就是一直在学习，不管你今天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就是要学习。那如果你今天的功课你也学得来，你就这样子了结你的生命，那有什么？在家里就是一直哭，然后哭完，然后隔天还是要去看他，又要用笑脸迎他。可是每次就是他要换药的时候，那护士就会叫你离开，可是他就一只手，一直类似就是拉着你，就是妈妈救我那样，妈妈我不要在这边换药，因为他那个面积真的太大了。然后你每次都就是这样子离开，哭着走的。对啊，就是哭着走你。你就是你觉得说，当一个妈妈，你没有办法帮她，你很难过，对啊，你要怎么办？因为那时候就一无是处，什么都试过，然后整天就是拿全部的那个都限制在自己的困境中，就会觉得说只剩一只手还能做什么。如果说还有两只脚就算了，剩一只手还能做什么？然后就很生气说，这样子为什么还要老救我？这不如就死了，这是更好嘛？就觉得说活下来只是会造成我更多的痛苦。自己的女儿这样子，虽然或许人家是投以很同情的眼光，可是你自己还是很不舒服的。尤其那个小孩子跟我指指点点，有时候我还会做出很不成熟的动作。我会故意挡在那个人的面前，然后有一点生气，意思是说我没有讲出来，有一点生气说你看什么看，真的不管别人怎么看我的孩子，他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我的宝贝。学妹一个拼豆嘛，然后他就想说，不然来做，也可以帮忙家里。他很喜欢赚钱，他一开始是没有，是想做兴趣。做到最后，真的他就觉得，走，我们出来去阳光基金，说那你要不要去摆摊看看？可是那时候我真的是很担心他出去要面对这么多人，他怎么，我也很心疼啊。刚开始在家里的时候还想说，一定去摆摊，人家一定看到我然后就吓跑的那种。可是出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。慢慢的，就是出去的时候，人家会说我好胆，因为一只手能创作这种东西。虽然这种东西都每个人都会做，但是一只手真的就跟人家更不一样。就真的，原来我那么厉害，我很开心。不管人客人有没有买。我觉得只要停在我的摊子前面的，一定就是在欣赏。那当下他在欣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满足。对，我说你女儿出岁啊，12岁啊，12岁你要买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，这两个颜色其中一个，他还会喜欢。谢谢你给他鼓励呢，谢谢你。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快下。好厉害。谢谢你。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告诉你，至少我刚刚看是有点大。因为是乳癌，那个大小数是2期，因为还有淋巴感染，还有骨头转移，所以是4期是癌末。医生跟我说，以他们的经验值，尤其是转移到骨头的人，只能活2年。会觉得说，为什么
我不是应该要健健康康的带着他吗？他怎么会这样子？那我觉得我还好，那他怎么办？对啊，那他的未来怎么办？那不敢想象，如果我走了，怎么他怎么办就对了。他俩情节多多少少会感到那个力气，那我看那力气啊，他也真的没有吃东西，我那我就跪去走去厨房，我就开始跪，很累。他说谢谢你，那我说不会，这没什么。但是心里哦，好辛苦你才，对啊，但是为了妈妈，我还是会做嘛。妈，你一定没有那想象力，以前我是走到后面推着的，现在我居然可以站在你的场边跟着你。一起往前走，就是站起来呢，又是一个重生的力量。谢谢你，四哥们，今天是个美好的一天。阿门。希望今天都是有你的同在，是我们美好的一天。阿门。我们感谢赞美祷告。好吃。重口味的哦。三级十级区，什么的。那这个帽子就是代表我那时候刚跨年的时候没有头发，他就是戴帽子，所以就把它做成帽子。他喜欢穿这种衣服，所以就把它搭配了。这是你想要的。虽然在可能在人家眼中很快，但是在我眼中还是很平庸。虽然你有头发，虽然是够大的，但是在我眼中一样的美，一样的正。而且我超爱他。他不喜欢穿裤子啊，不喜欢穿裙子，所以我给他设计他这是裙子。那我希望他就是以后用微笑面对人生，而且这边还有腮红。对，这是我设计的那种感动。以前的梦想就是很希望可以带着女儿这样子，牵着她可以去逛百货公司啊，不管去哪边玩。对，虽然今天女儿发生了这样子点点毁容的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那天有一个感动，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恩娃娃，然后就是纪念我的女儿，她在我心目中永远是这么漂亮，是我的天使，永远是这么漂亮的。看见美好，也许成就。